56个纯羊肉的，哎，56个纯羊肉，56块钱，我们肉多了啊，现在就没吃了，超好吃的，好拜拜。Fox 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、8号、9号、10号拌面，今天我们吃19号。1到10号，你们喜欢哪一号？9号我听说也是攒名的很，今天过来尝一下。那边刚才有个大哥都说了，是56的纯羊肉的，纯羊肉来一个吧。然后锅油肉来一个，拉皮来一个，拍一下啊。这普通拌面20，然后锅油肉30、35这种。好嘞，刚才那个大哥说，哎呀，肉特别多，不点这个烤肉了啊。你好，我是你粉丝啊！谢，拍个照，激动了，可以，太有缘分了。咦，好，感谢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哇！锅油肉拌面。拍个照片。哎呀，大网红，最喜欢吃你魔鬼辣的那个拌面。谢谢。这个是56的吗？这是羊肉的锅油肉56，这个是牛肉的锅油肉，这个35，还有一个拉皮子的30的，这个56的菜啊，确实特别多。嗯，那这是我们的选酒菜，滚拉皮子，腊八蒜。哦，限量的。56的锅油肉。哇，满满一大盘肉了，朋友们。先尝一下这个56的羊肉锅油肉。哇，这个肉确实太赞了。嗯，这个辣皮子是吧？对，一个辣皮子啊。哇，它的面稍微偏软一点，特别好吃的锅油肉，确实这个油嘛稍微多一些的，油不多的话，这锅油肉那个味儿就出不来。嗯，你来个加面了，这儿来个加面。加面，就吃锅油肉这个肉啊，带攒精了感觉。哇！你好，您要的加面。来一个就可以了，先来一个吧。好的。啊，我咋感觉56这个羊肉锅油肉更有性价比呢？跟这个肉啊，真正多一半肉的感觉啊。加面来点辣皮子。来点辣皮子，这一半就留给你了。哇，一半辣皮子，一半锅油肉嘛，对。腊八蒜来着，放一点啊，这个辣椒不辣就香。嗯。确实香，这个56锅油肉我感觉直接一步到位，喜欢吃肉的直接上56的就可以了。你看肉吃了这么多还吃不完，又说这个肉弄得特别嫩。你好，送去不用送的那个，哎，你的肉够多的，我们都吃不饱了已经。这是尝一下我们的嘛，要吃烤肉嘛，腰子。腰子，跟门提一下腰子。哎呀。嗯，我们都快拍完视频了，来个腰子，吃一下，不吃不行啊！这视频我做个声明，我们都快拍完视频了，老板才送过来的，这个没有什么充值的啊，都腰子吃一下吧。虽然我是大熊鹰的，这个腰子多真可以。这个腰子多确实嫩，给你也上个面啊，快吃一下啊！